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麦茶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百合。嗨，小百合，你吃没吃过方便面啊？我吃过啊。但你吃没吃过印度的方便面？还没有吃过。今天我们做的视频就是挑战印度的方便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 ，Let's do it, man. Yeah, man. OK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煮面了，先煮 Maggie Masala。好，丽丽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来挑战一下 Maggie Masala。哦，那我先把这个放在旁边。我们先，首先我拿一个吃一下看。哇、哦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真的吗？你尝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，有一股咖喱味、啊，这就是咖喱面。我没有吃过咖喱面。哇，超好吃！这个超好吃，哇，超好吃！这个超好吃，我再来一点。这是咖喱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咖喱饭里面的咖喱的味道，是那咖喱那种，超级香，对就像。怎么了？我吃了觉得好开心，好幸福，都不想放下，都不想给他吃。这个面，这个面。Atta noodle。好，我们现在挑战。我先吃啊，你先，我先吃吧，来。这个的面颜色跟那个不一样，这个有点深。对，这个有点深色，比上次那个还有点菜在这儿。对，里面有豆。对。很香的。嗯。哇，这个很好吃哇！是啊，我可以吃吗？哇，好好吃！真的？嗯。哎，这个味道不一样，就那个面，这个面要比刚才那个硬一点，但也超好吃。它这个不是咖喱味的，但是还是那个咖喱味面好吃，我感觉。这个味道真的，我从来没吃过。我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的方便面，第一次，很香，感觉真的不错。你要喝汤啊？怎么样汤？嗯，汤也很好喝。让我看看，这也是有点咖喱味吧？嗯。这什么味啊？感觉也是，可能是刚刚吃的那个咖喱味，里面有豆子。对啊。还有小麦，很健康。对，我从来没吃过这种方便面，感觉哇，太好吃了。但我想，如果丽丽，如果两个方便面在这儿，印度的、嗯、都是很流行的、嗯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嗯，我要吃这个，Maggie Masala， 我要吃这个。哦，你会选 Maggie Masala？ 对。对于我而言嘛，我感觉我也会选 Maggie Masala。对啊。我也会选这个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真的，我感觉我活这么大，我第一次吃这种印度咖喱的方便面，而且是这种咖喱味道的，之前在国内从来没吃到过，真。你是不是都爱上印度了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我也爱上印度，这面太好吃了。这个，我觉得印度这个，哎，不说了，赶紧吃吧。我靠，哇，太好吃了这个。我觉得印度的小伙伴好幸运，他们好幸福啊，有这么好吃的泡面吃。对了，他们今天有咖喱味的方便面。嗯，我们国内都没有咖喱味方便面。没有，我从来没吃过咖喱。对，如果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视频，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See you guys, man.